这一点它的这个电机跟 engine 的切换，我觉得它已经有到了这个 Honda Toyota 的 level 啦。你看我现在一直在踩这个油门，它一下子刚120哦。OK， 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即将在马来西亚上市的这个 Harvard 的 HU HEV 版本，然后官方有表示呢，目前它已经开放预定，然后它的售价大概是会低于145,000马币。那么长期 follow 我们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其实这辆车我们之前就试驾过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试驾多一轮呢？因为上次那车试驾的车呢，其实是这一个原型车 prototype， 就是在马来西亚测试的车子。然后这一次贩售的车型呢，他们宣称呢，在一些软件的细节跟一些悬吊的调整呢，都会更为偏向马来西亚市场，所以呢，他们就安排了这个从吉隆坡开车到这个 Johor Desaru 的一段路程，让我们去体验这款车啦。那么这款车有什么特点呢？在影片开始之前，大家就请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辆车的看法。那么首先影片一上来呢，我就先回答一个大家一定会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中国已经有新款了，为什么马来西亚还是旧款？其实这个就是中国品牌的人还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他们国内国外改款的进度不一样。你看像是这种欧系、德系或者是日系，虽然讲他们也不会跟东南亚或者跟马来西亚同步，可是最起码他们就会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大概是两年三年过后他们才会有个改款。他们并不会像中国品牌这样一年就改款一年就改款，导致国外市场根本都跟不上，我们可能买到已经是旧款。可是其实我也必须讲老实话一句，就是 Harvard HU 其实并没有跟其他中国品牌一样一年就改款一年就改款。其实这辆车从它发布以来呢，它就在最近北京车展的时候改款一次，然后那个改款呢以后是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不过昨天我有跟他们询问啊，就是其实并不会这样快来到。然后这辆车是一个水泥灰的颜色，然后它还有一个浅青色，还有个银色。我个人推荐，如果是你今天要买 HU， 一定要买那个银色，因为那个银色确实很典雅。然后在整个车头的设计就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啦。其实这个 Harvard HU HEV 跟 Turbo 的版本，它的整个车头的水箱护罩会有不一样的设计。我个人其实会比较喜欢那个 Turbo 版本啊，可是这个 HEV 版本就辨识度很高，然后前面有很大的这个镀铬材质做点缀。他们打开这么大的进气口，其实就是因为为了帮助引擎进气，然后给了引擎一个更好的散热跟进气效果，让它维持一个比较出色的这个动态表现。因为如果你有热损耗的话，你的引擎其实是很容易会出现这一个怎么讲动力衰退，所以你可能落下它就没有力气了。如果你只是看它的 size 的话，它的对手就是 Honda 的 CRV 跟这个 Jaguar J7 还有这个 Mazda 的 CSY 等等。不过这辆车的外观设计真的大，里面的空间表现其实也不会输给 CRV 啦。它的 rim 是一个黑色的设计，它的尺寸是225/55R19， 给你的是 Hankook 的 Daya， OK 啦，最起码不会给你像是玲珑啊或者给 GT 这样，实际上开起来抓地力表现还不错了。然后就这辆车的这个离地高度有一点高，所以就是它的通过性会不错，尤其是你在走这种烂路，就像我们来底沙路的时候，有一段路是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美的。如果你开车，但你跑太快的话，可能就会磨底，但是这辆车就不会。当然，这个设计有好有坏，它就会一部分的影响到这个车的操控表现。因为这辆车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偏向日常使用的 SUV， 而不是那种操控型的 SUV。像我之前就讲过啊，这个 SUV 会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家用型，一种是运动型。这两很明显是偏家用型。然后我最喜欢它的点是它的这个尾箱的空间，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个电动尾门开启的。这尾箱空间其实真的蛮大一下的。如果你跟你家人去做一个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的旅行的话，你的行李一个 full size 的 luggage bag， 然后叠起来其实是放得下去。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点就是它的这一个离地高度不是很高，所以你要搬运重行李的时候问题会不大啦。那么整个空间表现其实我是给好评的啦，就是后座的空间表现。不过就很可惜的是，大家知道 hybrid 的车款哦，要有 spare tire 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这个有没有？很明显是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就大家要预备这个打风机跟补胎剂啊，就以防万一。然后我印象中上次我试驾那条红色是没有这个尾翼的，这个尾翼确实很有那种机甲风格，也很好看。然后你 brake 的时候，它整个风格还蛮杀气一下的。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一些读者应该会问我们啊，就是这辆车的价格大概是145,000，跟这一个 Jaguar 的 J7。
All-wheel drive 顶配版本可能只差那几千块吧，应该怎么去选择？所以我自己也是很纠结一下这两辆车要怎样选，因为两辆车都是目前啊这几年来我开过的中国品牌里面最好开的中国车里面，尤其是 Jaguar J7，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第一批试驾那款车的媒体，所以我给它的评价还蛮高的。当然这个 hashtag 也不差啦，我会大概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啦，就是 H6 它的整体其实是比较偏向一般的 SUV。就是它的这个使用逻辑，它的空间等等等等都是比较偏向我们熟悉的 SUV 啦，所以它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主打一个家庭使用，就是今天家庭乘客很多，然后你的预算大概是150,000左右，然后你又不想一辆太吃油的 SUV 的话，那么这辆车就 OK， 跟油耗表现其实都不错。他们在曼谷测试就是以一般的时速大概是90-100巡航，一缸油可以走1200公里左右。然后呢，因为它是这个 1.5 Turbo 的关系，它配上这个电动机，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43 PS， 然后峰值扭矩表是543 Newton meter。放远在大概是你不要讲150,000啦，就是200,000左右的 SUV 同级 SUV， 没有几辆的动力可以高过它。然后这辆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确实是很爽，尤其是你在各车的时候，你一踩油车子就出去了。不过呢，那个 Jaguar J7 也不是它没有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它的 All-wheel drive 系统，然后它的 1.6 Turbo engine 呢，可能你以后保养的时候你不会去担心什么电池坏啊或者电机坏等等，那个动力表现其实也不错的。然后它强项真的是像我讲的 All-wheel drive， 它的循迹性比较好。如果你是一个时常主打户外运动的朋友的话，我觉得 Jaguar J7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但是如果是讲你今天可能只是要一个很舒服的移动过程，一个比较 smooth 的加速，低油耗的话，还有大空间，那么这个 Hava H6 可能就是你的选择。不过我会建议大家自己去这个展示厅试驾一下的，因为你去试驾了你才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不过我必须跟你保证啊，就是不管是 Jaguar J7 也好，还是这个 Hava H6 HEV 也好，这两款车应该都是我开过的中国车里面表现最好的那两款。那这 engine 的部分就像我刚才讲的 1.5 的 turbo 配电机，那么他们的这个 product 的部门的人有表示呢，虽然讲它也是 HEV， 但是它跟 Toyota 的 HEV 不大一样，它反而比较偏向这一个 Honda 的 HEV， 其实有点像普通的增程式，然后加上那个混动结合成的产品。不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像是 Honda 的 IMD， 他们是用这个 ECVT， 也就是一个齿轮来做一个连接，但是这一个系统是用两个齿轮来做连接，所以导致了他们的这个衔接电机跟这个 engine 的衔接会比较柔顺，然后他们的动力也会比较猛。确实这辆车因为它的底是一个 1.5 turbo 的底，然后配上电机，然后电机的马力其实也比较大，所以在加速的时候还蛮爽一下的啦，这个是老实话。不过呢，他们的 top speed 大概就在180左右，这个是混合动力的车款我觉得都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是他们的 top speed 会太高，但是你载你的家人你也不会飞到180啦，对不对？ OK， 整体来讲单单引擎的动力配置部分啊，满分10分我给8分。不过呢，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纯电行驶大概是在50公里以下而已，超过50公里这个引擎就会 kick in。跟 Honda 的 IMD 相比， Honda IMD 我试过110都还可以纯电行驶，所以这个差异还是有点大的。那么为了避免大家讲我只会挑好的来讲，那么这个内装我就有一点要吐槽一下啦，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内装，这个是马来西亚版本会有的内装啊，就是有这个黑色、白色跟这个铜色搭配。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这个铜色，然后 GWM 也是有表示啦，就是这个 H6 头100辆会是 CVO， 之后 CKD 的时候这个铜色会被拿掉，所以如果不喜欢铜色的朋友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CKD 的版本啊。然后这个内装还有一点我不喜欢的，就是这一个实体按键有点太少，像是这个冷气的控制，它基本上就只有这个，你只可以关掉、开掉，然后这个360的镜头，然后这一个储物的功能，还有这个 Double Signal。剩下的东西呢，你都是要通过这一个触屏主机去控制的。如果讲今天我是看着 CarPlay 的话，我看着 Google Map 的话，我觉得冷了或者是热了，我要去调冷气，我就必须按这一个进这个 Hava， 然后我才可以去调整这个冷气啊，这个风量啊。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多余啊。不过呢，包括这种驾驶模式切换啊，或者是这个ADAS 的功能啊，或者是这个移植的这个冷气通风衣，你有看出还是有冷气通风衣的，你都需要通过这个触屏进行一个控制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可能是还有待改进啊，因为使用不是那么直觉化。不过值得称赞就是这个触屏主机还蛮顺畅的，然后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都有。 OK 啊，接下来就要讲到它的安全配备，就是这辆车有这个360度的镜头，然后它是这个底盘透明的状况，就是讲如果是你 parking 的话，你可以看把这个周围的情况看得很清楚，
然后当然还是有这种 auto parking 系统啊，这种是 standard 一定会有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个车辆，它是有这个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包括 ACC 啊、车道维持系统都有。不过它的 button 并不是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它是用这个比较有点传统的拨杆，看到吗？大家就是一个传统的拨杆来进行一个控制啦。然后这边前面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数位化仪表，这数位化仪表的分辨率跟这个触屏主机的分辨率，我觉得还是满意的。我不知道你们从这个镜头看到的效果是怎样的，可是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前面就有一个抬头显示器，来 zoom 给大家看，抬头显示器，基本上要看的话还是看得清的。那么这几个就是我要吐槽的点，接下来呢我就要讲我可能比较欣赏的点。我比较欣赏的点就是它的这辆车置物空间是真的够用，杯架，然后前面有一个格子，可能可以给你放钥匙，钥匙可以放这边。然后这边有个手机的无线充电基座，然后这边还可以给你放东西，然后这边还可以放一个 bag， 就讲我平常如果有背一个小 bag 的话，我可以把它塞在这边。然后这边有两个 USB， 不过如果你要连接 Apple CarPlay 的话，你的那个 USB 的连接口是在这边，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啊。然后除此之外，整个内装就是这样。前座的空间表现是够大，来，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OK， 这个前座的空间表现其实是够大的，我坐的还蛮舒服。像昨天我大概是从这个 Johor 的 Masjid 的这个 R&R 一路开车到 Desaru 没有停，大概是150多公里左右啦，我没有记错的话。整体来讲，舒适度是有在的，因为在这一个开车的过程中，我觉得它的这个椅背跟它的这个椅垫的支撑都很够，然后就导致我不会因为长途驾驶，所以我会有着一个疲劳的情况或者屁股痛什么情况，这一点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隔音的部分就我觉得中规中矩，如果你是跑时速大概是110左右，你不会听到太多的轮胎噪音。然后除此之外，这个椅子的这个皮革的品质我觉得也还好，当然还有这个中国车专属的老板座椅的设定。后座这个空间表现是真的没有话讲，超大，我甚至觉得它已经有这个 Honda CR-V 五代的 level。 这个空间表现你看啊，它的这个腿部空间表现，然后我的这个乘坐的空间表现，然后我的头顶头部空间表现，加上还有一个全景天窗，所以我在后座是真的可以坐到蛮舒适一下。接下来呢，就是这两个后面是有冷气出风口的，但是不是独立的设计啦，所以这个风量跟前面是有一个关系的。当然还有点我该忘记讲，就是它是有这个氛围灯的设计的啦，就是这个氛围灯基本上已经是现在车子的标配啊，所以有的话当然是好事哎。那么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呢，我是给过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讲它会比这个 J 系更加适合家庭用，所以真的是两辆车你都喜欢的话，自己去看一下啦。还有一个重点呢，中间这个是全屏的，所以如果你是这边要坐一个大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舒服，但是是坐得下去。OK 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试驾一下这一个 Hava HDV 的 HEV 的版本。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加速，现在大概是40左右。看我只要深踩油门，你看速度是上很快，现在一下子70多。然后在弯道的表现，这种山路的弯道，这个 HDV 基本上控制它的整个 body control 控制得很好。当然你要讲这一个body roll 它是会有的，但是它就是跟我之前试驾 prototype 相比呢好很多。你看前面我还有一个弯道，我稍微收点油门轻松就过了这个弯道，所以这辆车的这一个车身 control 呢是 OK 的。我很喜欢它的悬吊设定，它的悬吊设定是那种软中带刚的设定，如果太软哦，就导致这个车很摇很摇，太硬就会很跳，它就刚刚好。你看前面有一个减速带，我一过的话，它就是整个车子上去之后下来，它只有一个余震，然后就没有，它会把震动吸收很干净，这个悬吊是真的舒服。当然 of course 你要去跟 CS5 比 handling 的话，它是真的是比不上的啦。可是就是以我这个很喜欢一个驾驶感受的人来讲，这个操控表现其实是可以满足到我的。当然呢，这辆车的整体来讲，它也不是讲没有缺点啊，就是讲它的 steering 反馈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软，所以影响到这个车辆的路感。如果是讲它的辅助力道可以再少一点，就给它的 steering 变重一点的话，整个车的搭配会更加的行云流水。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大概现在这个是70多 ，OK， 它的 engine 刚刚 kick in 了，就是你不会太明显的感受到它的车子有一个 kick in 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你是频繁的踩油 brake 踩油 brake 踩油 brake 的话，它不会有那种 choke 的感觉给你，不会很突兀。这一点它的这个电机跟 engine 的切换，我觉得它已经有到了这个 Honda Toyota 的 level 啦。然后整体的效能部分，你看我现在一直在踩这个油门，
它一下子干120哦，所以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呢，你是真的是不用担心的。哦，这个动力我是很喜欢，就像昨天跟我们同行的几个车媒体哦，他们也是对这个动力赞不绝口。油耗的部分啊，这个油耗部分是大家最在意的啦。我们昨天是从这个 GWMUSJ 那边开车过来这一个 Desa 路，然后中间有稍微停一下，然后加上有一些甘蒙路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来到 Desa 路之后呢，大概只用了半缸油左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hybrid 应该要有的表现啊，就是油耗够深。所以我觉得 GWM 这一步走的算是对的，但是就是我还是希望它有个 turbo 的版本。有的 turbo 版本不是讲我一定要 turbo， 而是我觉得有 turbo 的版本的话，它可以降低这个车子的售价，然后让消费者有一个选择啦。然后总结来讲，这辆车的这个操控表现，就是整个舒适度也好，车身动态表现都好，我觉得它会稍微略微胜过这个 J-Cool 的 J7。不过循迹性的部分 J-Cool J7 就比较好，毕竟人家是 All-Wheel Drive 啦， Four-Wheel Drive 的我也还没有开过。所以就像我讲的咯，如果是讲今天你是要一个户外运动的，可以选择 J7， 如果你是要这个家庭使用的话，那么这一个 H6 HEV 不错的选择。这个 Haval H6 HEV 呢，是这一个 GWM Malaysia 第一款 CKD 的新车啦。你讲这个价格有没有竞争力，145,000对比像是这个 Tiggo 7 Pro 或者是 J-Cool J7 的话，可能没有这样大的优势。但是大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点，就是它是 HEV 的，通常 Hybrid 都是会比较成本高一点啊，所以这个售价我觉得是情有可原。但是整体下来，它的这个配套啊，它的这个动力，它的配备，它的空间，它的舒适度，我觉得都是有到一定的水准，尤其是它的动力。其他的中国品牌是真的跟不用跟它比，你自己去试驾过，你就会知道这个动力表现是真的很赞。所以这辆车会不会值得推荐，我觉得还是 OK 的。重点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你自己要去试驾，你试驾了你才知道，我们没有在吹水，就是给到你一个最真实的反馈。我觉得有什么改进的话呢，我希望它可以来一个 turbo 的版本。因为你也知道马来西亚的人，很多人你一讲到 hybrid 或者讲到电动车，他们就跟讲哇电池很贵啊，维修 service 很贵啊，这样子直接来一个 turbo 的版本的话，价格可以降低，而且还可以堵住那些人的嘴，你讲对不对？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试驾的影片内容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自己想做一个长途试驾，看它一缸油可以跑到 km。 那么你想不想看这个影片呢，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了。好啦，我是 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拜拜。